这是我们的第三节，我们就开始画画了。如果你只想看画画的技巧，这个就是你可以从这里开始。那我们泼上去的时候都会写几只几啊，几只几就第三，就是我们正式画画的开始啊。OK，这今天我们画的是一个溪旁边有一群人。那首先，我们把我们的交界放进去，交界呢产生一个巨大的力量哦，就是我们吸引人家来看的巨大的力量。那我怎么看交界？你看光是不是这样过来？OK，它事实上是有点斜斜的啊，大部分照到这里，所以它的白雾状在这里，然后呢色彩区在这，所以你看我以前都这样画啊，我们这次就会不一样的方式，我们根据交界呢，我们来画不同的一个感觉，看它横向的啊，这个就是有笔触的哈，这有笔触的，好，来，再来没笔触的哈，没笔触的，我们覆盖一点点，再往下，这是有笔触的，这就像那个车子的 bumper 啊，你看你颜料流到这里，它就停了哈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把色彩区放进去一点啊，把颜色擦干净。画画如此的简单呢，因为你只是对一个东西的一个色块而详加分析而已。你稍微分析过，然后你就会有得到一个你跟图片有点差异的东西。为什么有点差异呢？如果你跟它一样。我就照相就好了嘛，哈，那我们现在手机啊，多么方便啊，几乎还有美肌美什么的啊，大概都没什么困难，而且还更漂亮哈。所以手机能做的事情，你要画画就不用去做了啊，因为它0.5秒它就完成了。来，我们画完这个色块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所谓的暗面放进去。这时候呢，我就会考虑到，这样的话还不够暗啊，我再把笔洗一下。这个暗面呢，为什么要先画呢？我们知道暗都在底部哈，然后亮它会靠近你，这样它看起来会很立体啊。所以我把暗面的 Ultramarine 转过来。好，这时候会不会比较暗呢？不会哈，你等一点 Terracerate。我这个手要怎么放，你们才可以看得到调色盘？这样应该看得到。好，好来，我们来开始把树放上去。这个中心点，这个中心点大约在这里啊，我都不用，我想画久了，你大概就不需要了。我这么明确的去指出来，可是，一开始呢，你们刚开始在接触到这个的时候呢，我要跟你说。我是根据着交叉点的中心，我来摆置这个暗面哈。来，我们甚至加了一点点所谓的Alizarin Crimson 跟K-Red 哈。那因为代表说的光照不到这边，它背后有点反射光。OK，好来，中心点在那，那所以它有一个这个的透视在这里，跳着画啊。才不会很僵硬哈、哦。好，那这个是它的透视，前大后小，好，一样跳着画，好，就不会僵硬哈、哦。什么叫僵硬哈、哦？僵硬就是我们常常在画画的时候呢，好像是各位又用过那个色纸在剪贴吧，剪贴一只什么东西把它贴上去，那叫僵硬哈、哦，就。它的边缘非常非常锐利，但是它却不能代表那个东西存在那个空间，因为它跟背景啊、跟空间并没有什么互动啊，那没什么关系，它就纯粹的贴上去。好，来，我们把这个路的亮面画出来，因为我们已经有大约的定位，所以我把色彩擦掉啊，你看颜料在这里，再来。
再来呢，你可以用这个脚哈，那尽量保持你的手干净的目，就是这个是我的目的了。好，好，那这个只是我擦掉它的细致啊，那用完就再来一张，你可以用里面这一张啊，一样。好，那我希望它这边的我们待会儿放点色彩，所以。碰到我的手指头了，你手指头会非常敏锐，因为你如果碰到了，你就会了解啊，待会脏脏的哈、啊。所以你看我们的为什么手不会脏啊？你看到很多画画，手指头都下去了，这样，其实那是蛮毒的啊。这个颜料的毒性，我是没看过什么报告，不过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花很多时间去把每样东西都研究完，不过我们知道它确实是有毒性的哈。OK， 好，来，我把色彩放进去了哈。先，我已经把颜料擦干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开始把色彩放进去。再加点白色，因为它有受光哈，所以白加进去的原因。是因为它受光哈。这个就是我们放的色彩。那我们现在放了色彩以后，我们就开始，哎，这个色彩会慢慢变灰，因为你靠近你了，因为光在这里哈，所以我们现在把色彩加一点开 deep， 开点 yellow deep， 它就代表了一些色彩呢，光快消失，啊，这个很有意思，就是大自然的这个不断的在教我们一些这个空间啊，色彩啊，它的。方式，它的表达方式。如果呢，这20000年来，我们人类变成猴子之前，它就存在。那么，这代表说，这个语言呢，你不必重新学习啊，你只要用观察就可以。然后，你可以用这个语言呢，跟全世界沟通哈、啊。就好像说，我们通常都要去学西班牙文啊、意大利文啊，就是这个语言叫做大自然的语言呢，你不需要学的，你要的是观察啊，不断的观察。然后去找出你可以用的东西。好，好了，我们把色彩，然后略的定位我们放进去，来开始放冷色，把笔洗一下。好，我也可以换一支笔啊、哦，我现在这个三星笔啊、哦，蛮多的，都快掉毛的，我都通拿过来使用。所以组合起来很好用啊。那这一张呢，前后都已经湿了，而且脏掉了，你可以换一张。啊，来对折啊，或者你觉得这面也是脏的啊，你把它翻过来，折过来，再折过去，放。然后你再拿一张干净的纸巾，好了，这样你的手都是干净的哈。OK，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。画画，你的手是干净的哈。其实目的也就是健康第一了，因为我们画画本来就是不会有人说我要故意画成不健康啊。那很多也就是觉得它还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。好，来，我们把冷色调好。好，记得我们刚才的稀释剂是这样这样这样，然后呢？要调的时候我们再沾一点，然后让它流下来，就会像这样。可是呢，现在我们画的河呢，它是直向的啊，所以我们是横向的话，那你就不需要流下来，因为流下来的话就流到这里来啊，因此你就不需要很大块啊，你只要前面啊最顶端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它就自动会流了啊。那中心点啊，我来把中心点定位，你让各位就可以看得清楚了，从这里到这里的对角线大约是在这里啊，大约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哈，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可以用笔哈，所以你就知道你的河会经过那里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刚刚已经有深色了啊，那就先不要碰到它
好，先不要碰到它，好，吸湿机让它流动，再来粘一个角落就好了。好了，确保它会流动了哈，确保会流动的时候你就直接滑下来。好，你看它有没有流动，有哈。 OK， 再来就不用了哈。我有没有碰到右边？没有哈，完完全全没有，那就知道中心点在这里，这是中心点嘛哈，这个是中心点，所以你也会看到对面它这个岸就是从中心点画过来。那这样的色块呢就会非常大，因为经过我们的设计，我们期待它变大。好，来开始放进色彩哈，因为靠近我了，靠近我的视觉了哈。也就是说在画布的空间呢，我们怎么去让这个东西看起来变近。我们这个画画常常在开玩笑说，你就说此处变近就好了，用文字哈。啊，问题是这样子哈，如果是用文字的话你就不用画了，你就用画，就用写的就可以了。既然你用画的，你就是要表达这个画文字里面表达不太出来的东西。好，然后跳着掉进去。好，你看我都是从外面带进颜料哈，所以呢它会一致性。好，然后再来白一点哈，再来冷一点就远一点哈。好，一跳着进去。那刚才的暗面是不是就形成了好像石块，好像了。啊，我们只是把它做出来凹凹凸凸的感觉。好了，那这个中心点是其实在河里面啊，所以呢你只能一次性的啊带过去啊， packing 颜料然后带过来。好， packing 颜料然后带过去啊，你要是记不起来你就把它背起来啊，背起来啊其实会告诉你，你就很有信心。你考试过了嘛啊，我们也都是经历过一些大小阵仗考过来的哈，所以有一些东西你刚开始没办法叫做水到渠成啊，顺手拈来了哇 whatever， 不过你有一个方式，你可以用背起来哈，那久了那你就变成你的习惯之一。 OK， 好，叫 packing 颜料，然后呢带到暗面里面去，那水的暗面然后就跑出来。好了，这个是水哈，那各位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天空，它其实是反映这个水，因为水啊它是反映的天空的颜色，所以两个颜色非常接近，那我怎么去区分出天空跟这个水的差异呢？你先把沾好白色，然后呢一点点的Cerulean Blue。 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先补起来。 Cerulean Blue 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我们看色块啊，那这个色块你越平滑它就越远啊，所以但是也不能稀释剂过多哈，过多到什么留下来，它会感觉是一个厚涂。你们看到近百年来啊，有很多古典天空啊，把画很厚啊，它不是画很薄啊，那颜料画很厚呢，它就形成一个天空微微的变远，但是呢它有感觉到云的感觉啊，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做。好了，我们把中心点的右边啊，所以这个 packing 好颜料，然后呢啊带进去，好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画不脏掉啊，很简单。我们通常画画最担心就是来来回回脏掉哈。好，来第二 packing 颜料，好带进去。好，你看这个斜坡，这个后面山的斜坡，我们就慢慢做出来哈。上面稍微要进去一点 packing 颜料，然后带进去。各位也可以不用照所有的这个我所画的顺序，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建立你自己的核心价值，你的核心想法。
那每一次你碰到问题，回去修正一点点，修正一点点，这也是一个方式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把雾状区换。雾状区的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有点雾雾的。那我要强化它变圆，那么这个雾状区就要先做出一个，好，它是一个岩石，所以我们一个暗面先给它放在白白的地方啊。那原来是暖，哎，原来是冷色的蓝，现在呢加上了暖色的红，这个蓝跟红它其实是变有点紫色，那你加上黄以后呢，它就变灰灰的。灰灰的是什么？我们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都是灰灰的，你们看远山都是灰的，这个就灰灰的红色。然后一样哈，我们把色彩啊，一个角沾一点点。好，然后我们开始把色块放进去。其实画画是不是超级超级简单啊？你让它形成一个什么？视觉上告诉你的一个灰色，然后它告诉你一个空间叫做远，非常简单。所以你不是用形状来告诉人家这是山，你是用色彩的灰跟彩之间，它所形成的一个空间。好，那你就晓得你要画到这里，因为这里是它的底部。所以你就可以稍微大一点点啊，因为待会儿覆盖以后呢，这个覆盖就用这个方式了哈，所以它就会形成后面的树，哎，这边靠近我们的树呢，把它覆盖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山呢，要开始来覆盖后面的云。好 ，parking 好颜色哈，那它是很锐利，对不对？就如果你这照一个线条画下去，那么就这样直的画，那么它就很像什么贴上去哈，所以你尽量把笔触维持像这样，有点抽象哈，因为它是横向的。奇怪了。我刚有定时间，哎，他也没广播。每15分钟，好吧，我就大约吧，好，15分钟我就让他停一下，不然我就要回来看镜头。啊，17分钟了，OK，好，来，我们休息一下哈。啊，你看这个 iPad 也停了哈。